这边又是一个那个旅行团。刚才我在那边看到几个雕像特别搞笑，然后我就跟他们摆了同一个姿势。那其实我那个用设一下那个什么就好了，设一下那个自动拍摄就好了。但是有个大哥非过来帮我忙，我说不用。但是他我看他坚持，我就让他帮我摁了一下。哎，这个小山头真是不错，到时候跟他们一起走啊。这个应该是沿着这面上山啊。哎呀，又开始登山了。